我叫池小龙，我们一起上过课吗？仙女棒勾勒出爱心。暑假的时候，一起去看烟火吗？高考志愿吗？我想想，也许会去云端以外的地方吧。 摘掉眼镜以后，总是要靠近一点才能看清对方。仙女棒勾勒出爱心，款步堂下慢回身，秀雅绘制兰心存。说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，是不是每一次见面都是初遇呢？边的繁星好像都……我叫池小龙，我们一起上过课吗？前几天讲了个笑话给唐琥珀，她笑得直拍我后背，我感觉要被打穿了。平时放假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做几道证明题来打发时间。买金鱼是为了做设计课的作业。我觉得光的折射很美，你觉得好看吗？这个衣服的设计，女生会喜欢吗？ 难道要去请教池小鱼了吗？暑假的时候一起去看烟火吗？摘掉眼镜以后，总是要靠近一点才能看清对方。毕业那天和大家告别时的夕阳很美，让我觉得又快乐又难过。在烟花盛放的夜晚，你也会有想见到的人吗？去冰、全糖、椰果、珍珠、芋泥。还有什么？这么多喝得完吗？高考志愿吗？我想想，也许会去云端以外的地方吧。遇到校霸和唐琥珀的那天，我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不会是被吓到了吧？如果女生的心思也像多元方程一样好解，那就好了。有什么不会的题需要我帮忙解吗？